裸男修星花咬甩人面被枪杀，呢一单惨剧发生喺美国迈阿密呢一条公路上面。寻日晏昼两点，有途人发现两个男人喺度打交，于是报警。警员到场之后，见到一个全身赤裸嘅男人，好似丧尸咁狂咬另一个人块面，喝极都喝唔停，于是开枪制止。个裸男中咗枪，仍然起势咁咬住对方块面唔放，差人唯有开多几枪。目击者话最少听到六下枪声，成面男最终中枪身亡。当地传媒形容受害人块面差唔多俾佢食晒啊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暂时未知成面男同伤者嘅身份，已经要求附近嘅大厦提供 CCTV 作进一步调查啦。